云南三乘三超级联赛丽江站半决赛第二场，由马来西亚吉隆坡对阵蒙古国 Wub Up Clan 的比赛正式开始。下面为您介绍双方运动员以及担任本场比赛的裁判员。首先为您介绍马来西亚吉隆坡 ，Let's welcome Kuala Lumpur from Malaysia。Number 24李佳俊 ，Number 12林鼎轩 ，Number 33黄显富 ，Number 4梁志扬。抛硬币开球时间。球给到阿扎亚，艾维梅德直接是一个两分球的尝试，但是没有命中。看哪个球队能够率先得到这个场上的第一分。然后也是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场上穿蓝色球衣的就是来自蒙古国的 UB Anglian， 然后穿白色球衣的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uala Lumpur。黄显富抢到了这个球，在无球中的跑动也非常关键，全部走不为例。也是不知道我们今天的马来西亚吉隆坡这边能不能再现昨天比赛的时候的那种勇猛啊。漂亮，蒙古 UB 拿到了今天的第一个两分球。球给到黄显富，上篮漂亮。吉隆坡这边也是开张了，这场比赛也将决定谁能来到今晚决赛的门票。罚球给到阿扎亚，罚球命中，罚球命中。第二次罚球，两罚全中。
起，绕开，再给一对杨后刚的这一次，韦德明的左边转换，拉开之后，韦晨先到身体，自己强上，艾维梅德上单成功，李佳俊，随手再给黄杰一步，金兵来了。回底犯规，现场的全国被人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精彩的决战。现在 UB 这边的犯规次数是已经到了四次，罚球给到黄显富，罚球命中，有两罚是问题犯规，刚才第一罚命中，还有一次罚球，两罚全中，总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5，调整一下自己，而且有没能打住，好防守啊，射出来，还是往里给，打到球，往里走，转给队友，晃一下，往里走，哇，非常可惜，李廷轩那球差一点点，3秒为例。决赛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不容有失。转回来，射出。李佳俊直接一个外线两分尝试，但是没有命中。带球上篮成功。李佳俊速度很快，来自中国的乌布，自己也是两分出手。艾维梅德再次尝试一个两分，但是没有命中。这一下好像还是过得不过三进攻命中，4-6两分的分差，做前要掩护，李佳俊再往里给，再做前好球，杨振阳上篮成功，这一把这个默契度真的是不错，往下进来无球状态下的犯规，5-6一分分差。TV Time Off 第一次的官方暂停时间。现在进入第一次媒体暂停的时间。运动3×3超级联赛，再次感谢丽江站冠名企业招商银行赛事联合赞助。云南天宝化生物，还有丽江站的合作伙伴百岁广天然泉水，加深助力超级联赛。为喜欢的球员打 call 一个更多赛事福利。好，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来自中国的乌布顶护持球，check call比赛继续。北辰左眼窝，刚刚这次外线两分球命中，拉开分差。三分的分差，刚刚这次王里自己。现在场上比分已经到了5-8。阿扎亚直接想要一个上篮，被拦下来。艾维梅德上篮成功。现在场上比分6-9，还是三分的分差，只剩6分28秒钟。球给到黄显富。黄显富直接带球上篮，没有成功。杀进来，再传，配合行云流水。看看这边，差一点点接到身体，没有出界，给过来，调整两分球，
联盟阿门的李佳俊点开，再抢出两分，没有出镜哦。这一家在我的争夺当中就出镜。现在场上比分依然是6-9。交给到黄显富，黄显富往里切，梁振阳上篮，来下德沃再次追分，哎，加油！球权转换，交给到曼卡巴尔，追身过来。阿扎亚再次进行一个两分的尝试，没有成功。调整之后自己来了，球员拿到命中两分球，7-11。直接转身，又是命中，先要一分。啊，过来接左手了，没有接右边，接左手，只会左手。这边又转了一分，没有问题。加油加油，没有事。阿扎亚再次尝试两分球，没有命中。球权还在，球权离开再转身。曼卡巴尔再次上篮，命中。8-13。黄显福带球想要突破进到内围。一次罚球，罚球给到黄显富，罚球命中。现在来自蒙古国的 Ruby 这边的犯规次数是已经到了5次。往里切，这下无球状态下的犯规。球再次给到蒙克图尔，掩护过来，左手突进来，没有犯规。李佳俊从左侧，速度很快，李佳俊左侧上篮，差一点点。这球传的不错，一个远线的传球，被黄显富抢到了这个球权。李佳俊带球三步上篮，差一点点。
一下，给他讲话，就我们聚集不了。经过简单的、短暂的休息时间，最后的3分15秒，到底谁能拿到进军决赛的门票？我们拭目以待。也无时间牵挂，比赛继续。自己2分领先，离胜利又近了一步。看马来西亚吉隆坡怎么回应？不要紧，左边射出来，两分。还是保持一个3分的分差。右边，敏哲。分差4分，李建军，手球往前扑，再给，直接是第一，这个要将，还是3分，切了一下。整体一直不错的防守，蒙古国徒步定后直球，切过自己来，长一分没能命中，走掩护这边自己突，没得命中，小五的拉尔犯规。马来西亚最后的犯规次数已经来到6次。马来西亚吉隆坡进球暂停。现场朋友们，记住你们的双手，跟随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拍拍手，给他们两个一点力量。记得发哈。再上一球，是自己吃到4分分差，黄杰布两分球没能命中，做好防守。阿扎亚带球上篮，成功。现在已经来到了14-19，马上进入赛点。12秒进攻为例，现场朋友们的掌声鼓励一下。有一个25秒钟，第二位会师决赛的队伍就要出现。自己来调整失误，差一点点。这球弹出来速度很快，绝不差。比�赛时间还有1分18秒，球权给到李佳俊，李佳俊给到黄显富，黄显富想要突破进内线，现在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6次。
球权继续给到黄显富，李佳俊一个外线两分的尝试，罚球给到李佳俊，罚球命中，第二罚没有命中，李佳俊带球上篮，漂亮，又追回一分。看看进球，防得不错，转身过来，对盖了，球权来了。黄显富，往里头。黄显富继续带球上篮。17-19，两分。现在场上比赛时间还有28秒。再次造成犯规，现在犯规次数已经到达了7次。那么接下来的罚球就将非常的关键。如果两罚全中，那么蒙古国的一臂将直接赢下这场比赛。球给到阿扎亚，一罚命中，最后一次罚球决定焦点的一个罚球，第二次罚球没有命中，李佳俊再一次尝试两分球，艾维梅德想要拖延一点时间，现在比赛时间还剩10秒钟，回身进攻，直接回力，球权转换，最后10:03，球权转换给到黄显富，回过来，李佳俊再次尝试两分，漂亮！19-20，比赛还没有结束，比赛还有0.3秒，结束。但是刚刚的犯规，中国卢布要执行两次罚球。罚球命中，让我们恭喜来自蒙古国的 UB and Galleon 赢下了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真的一直都是比分咬得非常的紧。也说明双方球员的这个实力还是都是非常不错的，也期待之后他们在其他站的比赛当中的表现。